中信兄弟第一场官办热身赛迎战义大犀牛，备受瞩目的两位新同学林志胜、郑达宏都先发上阵，其中大师兄林志胜更担任第四棒重任。不过开赛还在寻找手感，二局下第一次上场打击，击出界外飞球遭接杀。至于埋伏第九棒的郑达宏交手前东家，则是马上进入状况。三局下面对义大先发投手力猛，一棒扫穿中间防线，改拼黄山收大席就敲出安打。而且除了打击有发挥，手背更是一把照。四局上一出局一垒有人，垒上的胡金龙发动盗垒，达宏说门都没有。接到球后精准传向二垒，成功阻杀上野 nice play。在他的配球带动下，中信兄弟先发投手汉德虎虎生风，主投四局只被敲出一支安打，让对手打线一筹莫展。义大先发力猛同样表现精彩，主投三局当中尽管出现两安，但也送出三张老 K。比赛前半段形成投手战，直到五局下战况才出现变化。前一局发生失误的潘定翔将功赎罪，将对方第二任投手范玉宇的速球捞向右半边，落点相当巧妙，形成卡炮兵安打，一局攻占上二垒得点圈。下一棒苏伟达不多啰嗦，追加中间方向平飞安打，顺利护送队友跑回本垒得分，中信兄弟率先打破鸭蛋。义大不甘示弱，七局上一出局，棒球情人高国辉这棒咬得很扎实，小白球一路飞向深远的中外野，落地形成安打，顺利站上二垒垒包。代打上阵的余梦雄再接再厉，一棒扫穿中间防线，高国辉绕过三垒直奔本垒没有问题，义大马上扳平战局。眼看领先优势被追回来，大师兄积极表现，转队后的守安迟迟未开张没关系，下个半局把握对方游击手陈凯伦接球失误率先上垒，下一棒许基宏敲出中外野方向长打，大师兄快马加鞭绕过二三垒后继续冲刺想拼本垒，可惜遭到对方捕手方克伟触杀。不过随后潘定翔又跳了出来，在一出局一三垒有人的情况击出内野滚地球，义大接到球后想策动双杀，结果来不及，三垒上的许基宏趁机跑回球队第二分，再度要回领先。八局下延续气势，蒋志贤在一二垒有人的情况被接替投球的黄胜雄大棒一挥，小白球直直往右外野飞出去了，事发三分打点全垒打，黄胜军一举把比数变成5-1，加上九上登板的江中诚关门成功，中场中信兄弟就以四分差击败义大犀牛，官办热身赛首战旗开得胜。未来体育新闻综合报道。